吃个下雨天，天气冷了，我们就来吃个热乎乎的火锅吧。那今天我准备了什么材料呢？有两种青菜，高丽菜跟青江菜，然后菇类呢就是金针菇跟重合菇，然后呢我们现在最爱吃的豆皮准备了很多，然后豆腐，然后还有肉片，最后的时候给他们涮肉片。那现在汤底里面呢正在煮那个汤底，就是菇菇汤，好，然后就是先把一些比较难熟的料，然后放了高丽菜还有汤底，然后让它煮滚之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卡斯炉这边让大家就是自己涮。好，那还有一些泡菜，等一下还有沙沙酱，等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子，等一下就是大家都坐齐了就有盘具的感觉，然后我们现在把料再多加一点，开始